着急就不着急。那目前有对象吗？没有，是还在考虑当中。没有。前总统李登辉的宝贝孙女李坤仪，两年前面对媒体时总是娇羞否认有对象，但其实早就传出前定凯沃香港分公司总经理赵赞凯，两人甜蜜约会不止一次被拍到。就是谢谢关心，只是朋友而已，然后谢谢。双方低调不承认，今年33岁，身高173公分，李坤仪和同样在时尚圈工作的赵赞凯，今年36岁，加一人，身高188公分，外形背景都很速配，更符合前总统李登辉开出的孙女婿条件，身高180，台湾人。幕僚也证实，小两口在今年已经悄悄订婚。订婚呢，已经订完了。谢谢大家的关心，也感谢大家的祝福。然后他们年轻人呢，希望的就是选择他们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办这件事情。起码180公分上好，但是还有一项哦，这查甫不是有钱啦、有势啦，拢不是啦，有疼心啦，有疼心哦，这疼心上重要。小明悄悄李坤仪从小被李登辉捧在手心，这回点头同意婚事，李家小公主即将出阁，李前总统牵着孙女的手走进礼堂的心愿也总算圆满。记者黄彦君全台北采访报道。